当我故意给男朋友听热恋时的语音，宝贝，我好想你啊。宝贝，你乖乖待在家，等我回来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宝宝，你听我解释啊，不是。让我换换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。说吧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你要这么问的话，等一下，只要你说，只要你说，我都能接受。那这两年前，年。老子跟你在一起才难呢、你不是能接受的吗？来来，赶紧把这个扫了的卡拖拉机的男的给我叫出来。今天咱们就在这儿，好好的白吃白吃，看看到底是什么货色。那，哎呀，好吧。你得开开老公，马上就来了。哇！该起床了，小懒猪。你不乖。是要老公亲亲才能起来吗？哎呀，你到底能不能不要放了呀？那我待会儿出去了，你会想我吗？你赶紧走，赶紧走，我保证不想你，你放心。那你变了，你以前不这样的。我们才分开五分钟，我就已经想你想的发疯，见不到你的秘密了。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没有打火机，行，你非要这样是吧？今天的你比昨天更。昨天的我会吃醋的。呀，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回家？还我会吃醋的。来来来，来听这个。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吗？吃什么呀？我喜欢痴痴的看着。你讨厌。这样自己不恶心吗？臭夹子。那我就是你，亏你的嗓子，一发痛，死鸡巴。臭夹子，你说什么？死鸡巴。再说一遍。死鸡巴，死鸡巴，死鸡巴。